纪念自我去世四周年，作者林慧英。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四周年，朋友，我们这一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啊？前两次的用鲜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溢住嗓子底下叹息的悲哽，朋友和朋友无聊的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种进入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出去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合适的间隔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去年今日我意外的有折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惨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换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擎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节外，我知道你一定会原谅我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终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就凭那精彩的两道算是鬼驼子这份纵梦一般的累赘。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的有个站台拖出一程一程的前进，我越随着山藏的诗意，那车的身影过荒野，过池塘，过进口的村庄，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今天又轮到今天这个日子，世界冷却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的粗筋罗柱，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在瞎说，当我写欣然是一系竹江，洗一系竹香，那点子亮在经不起西风飒飒的各自梧桐树翠。朋友啊，你自己说，如果是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看着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今早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命，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啊。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志，归根都是运命，但明知道每桩事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错拢来拼成的图案，
在我一问期间的摆布随时主宰啊。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子是另一场悲剧，生子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继承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堆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韵，那么结实又那么飘渺，使我们每个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的渺小无能为。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但是我却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个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实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能立在我们烟头渺茫的背影里，坚决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为你创作努力和信仰方面，坚决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清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的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的这生的纠纷，继续的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的人家不尽时一直。励志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经过你的热情和交心哭吟的诗，一首一首的能窜得许多人的心旋转。说到你的诗，朋友啊，我正要正经的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论定，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评论，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恭选与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平，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世人的道德，有的单单遵从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欢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没法议论必然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腐蛇好扶持豪奢。朋友啊，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是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现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正，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是有那么许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
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窄，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知道曲解误解慢慢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我们的时候，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意识论意识的和平判断。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种惨事。现在让我来个注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啊，一生为着一个愚蠢的倾向，不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愫、肠胃道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言语，哪怕是几声小唱，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有，不断有这种人。轮住这种人的，多半是为他们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密、媚蕊。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我不完全是实际的追求，更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而已。说起来，写诗的人的动机那么单简可怜，正是如你序里所说的，我们都是受了支配的善良的生灵。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广阔，包括了多数人，在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间披上神秘的光圈，是诗人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这样，是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人在自然万物相交错时的情愫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成作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既冷酷的讥诮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维护他们情感的旅程，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你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但你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心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简单的说，朋友啊，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啊，谁都显得明了的。这是你的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这心事冷然，在彷徨气路的尝试期间，谁也不能坚决的论断。不过有一桩事，我很想提醒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是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到了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钻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啊，即使根据的这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些诗啊，你的头两个诗集的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
没有一些常识的成绩，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是不是？不是啊，你自己一向不知那连绝艳的尝试能攻，你还会用尽你所有的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去。我记得你要忍师之事，我替你捏一把汗啊。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还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报副刊是我的焦急，你居然搬起个脸抓起两把鼓槌，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劲儿以后别处也很少见。现在你走了，这时渐渐的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事后文章也散漫在个小本集子里，压在以及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所以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的承认你是过去的一个势力，就是那能够挑剔看清你的诗为本事。散文人们，散文人家很少提到，过去散文家没有诗那么光荣，不值得注意。朋友，这是没办法的事，我一点儿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就如前面所说的那么简单愚蠢，应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昧锐的接触到生活的锋芒，或偶然的注意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义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一大半也和我们写诗一样诚实天真，尽想着我们句中间有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底蕴掺和的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书给他们的情书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我们的作品不会再长存下去，就跟他们会不会活的那些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相互不认识孤单人的心中的心里面，这种事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他们冷就在那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的记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的人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清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得他们中间的事实将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你最后大家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智谋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质，勉强象征你那种对文艺创造永护的热心，是不及认识你的亲人永远对你保存的亲热。如果这一事你不觉得这寒藏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
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些愚蠢的事吧。24年11月19日，北平，原在1935年12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